来呀、啊，讲一句话来。今天是2014年12月25日，我们在美国巴尔的摩。怎么大家好严肃啊？我们吃着火锅来庆祝圣诞节，中西合璧。来来，举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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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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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都干了啊！干了啊！一二干！来来来来来！哎，来，今天我们采访一下华人著名女科学家张爱伦同志啊，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什么新年愿望哈？哇，这个新年愿望太多了，然后说怎么只能说一个，那就说那就明年好好复习，考好过的。好，鼓掌，来来来，鼓掌，来来来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好，来我的，我的就新闺蜜，看看，对对对，那个下个月啊，那个准时出来，让我宝宝那个健康顺利，然后我们全家都平平安安的，最朴实的愿望。好，我的愿望跟李雨涵的同志是一样的。宝宝顺利出生，然后健健康康，快高长大。来来来，这个来。我的愿望就是顺利毕业，回去顺利毕业。然后不找个媳妇儿啥的？他有媳妇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再找一个。再一个。好了。我的愿望的话就是希望大家更加相亲相爱。哇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。对，我操，你一个完了，不行，这愿望太愿望了，太高大上了，我勒个去！再给你个机会，再给你个机会吧。等于你再给个机会是肯定是在这边做出点东西，然后顺利毕业。好，来，王斌来。哎呀，我是希望我老婆明年顺利毕业，团聚了，就这个愿望。然后我老婆顺利毕业来找他。对对对，我自己也能进点顺利吧。来，谢谢。我的愿望就是，我希望明年我能够再年轻五岁。这个一定能。好，来，鼓掌，来来来，给点掌声。靠着走是吧？来，方霞。我每年最重要的愿望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希望家人朋友永远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。OK。动作剧，自拍啊！我来。你这个叫伟大，你该我了。我的愿望就是人类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就不提了。就是我说一个比较直观的、实在的，就是多写点文章，9分，发够9分的文章，发够9分，然后回去晋级副教授，然后为人民服务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。好，小护士支持。圣诞快乐。都得干了啊！什么？随意。今天先说来。我就是炒鸡蛋了，各种炒鸡蛋，有什么西红柿炒鸡蛋、直接炒鸡蛋，然后那个鸡蛋炒面、鸡蛋炒饭、炒饭大酱炒鸡蛋。大酱，给点掌声来！你们大蒜炒鸡蛋就不错。整个我最常做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好多啊，没别的，就西红柿炒鸡蛋，就非常专一，就是西红柿炒鸡蛋，很专一。组长来，我煮汤的，煲汤专一，是，我烤鸡翅，高级吗？高级，烤鸡翅，组长，我是煮骨汤，各种。所以你们仨应该有什么脸？都是有脸的。我是各种炒肉。
炒肉，然后炸肉啊，更高级，莲藕炒肉啊，什么豆角炒肉啊，都是猪肉。好，来点掌声。笑死我了！我煮牛肉比较多，吃猪肉少。然后煮牛肉啊、鸡肉啊，我都煮挺好的。我的天，一点不谦虚吗？谦虚了，是你那个。来，慢点。我就是喜欢吃辣椒，不，鸡蛋炒西红柿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喜欢鸡蛋西红柿。还有一道菜，菠菜炒鸡蛋，菠菜炒鸡蛋。这个非常一样的。好，我说峰哥嘞，来峰哥，这是谁谁谁开始要演唱了？这是我们班当时的那个大歌星，然后在各种文艺晚会上都有精彩表现的谢文斌同学，然后下面我们有请他唱《回头太难》，来欢迎。等会儿敲不下去不要怪我啊。OK， 开始吗 ？OK， 开始。预备。现在这么欢乐的气氛唱这首歌是不是太不合适了？来，开始来。OK。过了这一夜，你的爱也不会懂一些，你又何必流泪？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？我的爱情有个缺，哇，谁能让我体现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我应该换一个位置，让他们两个人。不然我在心的另一端不走心。你的永不后悔，长得挺有的，刻痛彻我心扉，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飞，一生的爱回头太难。情路太漫长，情若不变，谁能掌握到永远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遗忘？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体现？要不要找一个男女对唱？情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当当。